好，我是金佩成，我在河滨夫又读了三年。我最喜欢学校的操场和荡秋千，也更喜欢跟同学一起玩耍。最希望我上小学可以学习和交到很多新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耀威，我在河滨夫又已经读了两年。我最喜欢学校的篮球场和金木区。我期待自己上小学可以成绩优异。谢谢老师的照顾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谢晨曦，我今年在河滨夫又读了三年。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大游乐场的里面的溜滑梯。我最喜欢的课程是数学，还有我希望我上一年级我可以考试考100分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博凯，我在幼稚园读两年。我最喜欢的是大游乐场。我希望我在一年级可以很认真。大家好，我是翁彩璐，我读了三年。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操场跟大游乐场。我希望我读一年级会很好的努力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欣怡，我很喜欢幼儿园，可以跟大家一起玩得很开心。祝福你们可以玩得更开心，交到好朋友。大家好，我是陈芳欣，我在河滨国小幼儿园已经读了三年了。我最喜欢河滨国小幼儿园的大游乐场，里面有大秋千、溜滑梯，都是我最喜欢的。我期待自己上小学可以表现得很好，交到很多的新朋友。谢谢雅蔚老师、锦琪老师的照顾，我最喜欢你们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琪琪，我今年读了两年半。我喜欢学校的荡秋千，然后我一年级我考试我考得很好，然后读书可以看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吴武学，我今年上小学。我最喜欢的是大游乐场，大游乐场有石头，我可以爬来爬去。我希望我上小学可以用功读书。大家好，我叫廖成佑，我最喜欢的地方是大游乐场里面的荡秋千，我跟我朋友玩得很开心。我希望我上小学可以继续努力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谢建佑，我在河滨国小得两年了。我最喜欢的是大游乐场跟小游乐场，希望我上小学，考试考100分。大家好，是郑永昌，我读小学。我一年级，我会努力的。